学生不是原住民，同样能够说上几句基本用语。在白板上贴了几张阿美族罗马拼音字卡，有了文字可以阅读，学生更容易学习。校长是什么？爸爸。校长爸爸。爸爸。老师星系。星系。朋友一看。你好，我爱好。原住民语言少了文字，大多数要仰赖口语相传。偏偏阿美族的蔡新民不愿只用声音传承，一来一举两本厚厚的阿美族随身词本，是历时一年多集结成册的心血结晶。目前我们原住民阿美族对工具书好像有缺的要查的话，可能是要问老人才有用但是你找不到老人的话，那你一定打电话，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把这本大概收集了一年的当中就变到这个里面来了。不止罗马拼音，也要有字可寻，两大本就像是阿美族的词汇字典，想查什么全都有。华语的话，我们这边跟字典的查字典的方式一样，有部首啦，比如说树木，那你一定要先找一个木字旁，那先第几页，然后就翻到树的部分，然后你就看树木的部分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后面是罗马字。传承语言，传承原住民传统工艺，各有专长的原住民老师穿梭校园，为的是让逐渐消逝的原住民文化有机会继续下去。港都新闻综合报道。